大家好啊，我叫美雲，咁大家又可以叫我Mia 啊。咁我生活在香港，我本人咧砍咗张白金皮咧，能量皮咧，对我个身体改善就好大啦。咁我非常之好开心啦。我系2019年嘅5月加入咗个 N Life 嘅。咁啱啱开始嘅时候咧，我系用负电位床垫先嘅。咁用咗负电位床垫冇几耐咧，我就知道公司就翻咗一张非常好嘅新产品啦，就系采用白金矿石元素纤维能量嘅白金皮啦。咁我本身咧就系肥胖嘅，同埋自己有水肿啦，淋巴都好塞啦。我自己的正職咧係一間藥廠公司做銷售嘅，咁每月每日咧都會出街，周圍見啲客户啦，每日都會抽住啊孭住重嘅樣板咧帶俾啲客睇嘅，咁咁手又痛啦，腳又痛啦，腰骨又痛啦，自己是又肥又論盡，我自己覺得自己這間公司又有著，咁啱呢公司又有張白金能量皮喎，咁我開始買返咗返屋企用啦，大概用咗一兩個月啦，用咗一兩個月有一日呢個小便就好多，咁一日呢去咗成五六次小便，咁我就喺即係好似每次去小便呢就好似开水喉咁样，好似开咗大水喉咁样。我喺度諗呢水都冇飲咁多，咁点解会有咁多小便呢？咁又发觉咗自己啲皮肤呢好似又晒字又白又滑喎。咁自己咁好开心啦，咁我自己真係都睇到真係好白净啊，即係有滑又白嗰啲皮肤。咁自己即係点解会即係自己又咁肥咁又冇咁肥啦。咁朋友呢，我朋友见到我就话咦你好似瘦咗啲喎，睇我个样又好精神，皮肤呢又靓，咁原来呢是自己用了白金能量皮呢发挥了那个作用了。自己的淋巴呢又通了。自己变得个身形呢变得轻松了。自己身体所有那个痛症呢又有改善了啦。咁非常感谢 N-Life 有咁好嘅产品啦。咁啱咧，我个小朋友咧身体就唔系咁好啊，咁我就叫咗个小朋友啦，你去瞓翻我张床啦，啃个被啦咁样。咁我个小朋友咧咁样都用咗差唔多成个半月啊，佢系用到唔舍得俾翻我啊，咁我就咁我同佢讲话，妈咪成日咧系出街，即系见客户周围走啦，都好辛苦攰啦，咁样你不如俾翻张床我瞓啦，个被我冚啦，咁样我小朋友话你俾我瞓多一个礼拜啊，我就让翻你啊，咁样。咁我点样帮助到你嘅小朋友啊？系你嘅仔仔嘛？系啊，系我仔仔啊。嗯。咁佢本身咧就前一排咧佢就感冒啦，被敏感啦。同埋咧，成日好似咳咳声啊，嗰个喉咙，咁我又有啲担心，咁样好似睇两次医生都唔系咁舒服，咁所以我就叫咗佢瞓我张床咯。然之后佢就觉得又舒服又变咗靓仔咗啦，唔舍得还翻俾妈咪啦。佢话妈咪好好瞓啊，我瞓到唔舍得俾翻你。佢话日头咧，即系瞓完咧，佢话个人咧，即系。好精神啦，好有集中力啦，即系上课啊，即系玩佢个电话啊，做功课就集中力好好咯。佢话妈咪啊，我瞓到唔知醒啊，好好瞓啊。佢话即系日头又好精神咯，个人咁都个小朋友都
系啦，即系改善啦个身体，而家都感恩，都身体健康咯，咁样咯。哇！咁啊，系可以帮到妈妈由水肿，由之前又比较肥啲嘅，而家已经瘦咗啦，淋巴阻塞又开始通咗，成个人都轻松晒，同埋你嘅手手脚脚腰骨痛啊，都已经改善咗啊，冇？恭喜你，恭喜你！俾大家睇下，俾大家睇下，呢个系佢之前嘅相，而家系变成点样样咧？请紧先啊！啊，系啦，哇，真系好唔同，系咪啊？成个人真系瘦咗落嚟，你睇你嘅面，哇，真系皮肤又白咗，好开心哦、啊！用到我哋嘅产品，系啊，非常之开心啊！不过你哋有冇留意条颈啊？嗰啲胸口啊，冚皮嗰个位置咧，系特别细节化嘅。系啊，呢度哦，细咗，双下巴已经冇细咗啊！哇，系啊，恭喜晒你，恭喜晒你！你仲有啲乜嘢嘢我message 我帮大家分享下咧？咁我因为咧我用咗呢个白金嫩嫩皮啦，咁啊又好好啦，咁我自己咧即系又让咗俾小朋友用啦，用完等我自己唔用咧，一段时间咧，即系淋巴又会塞翻咯，呢个系真嘅。咁当我小朋友用翻，我再去用翻嘅时候咧，淋巴又通翻啦。咁啲即系啲痛症又会，啲痛症又改善啦。呢个系好感恩，都好多谢 N Life 嘅，系令到个身体真系好，即系好健康啦。系，多谢晒 Mia 帮我哋分享。